中山一七接近。一七中山请停车，谢谢。一七中山停车，谢谢。你好，贤主。你好，贤主。南港东部，多少钱？你搞定。师傅，他是好赖。啊，五千五千，什么两架？中数。听到，请讲。通过。中数，中三。电动女婿到戏子，搭五十九分这一单，好，放在第一车，放在第一车。我马上过去，谢谢。808南港警方过一遍。808南港警方，谢谢。南港1163接近。1163南港警方，谢谢。1163南港警方，谢谢。
线，要出哦，保中正线啊。
走啊来。你啊，这敢是电脑面？对啊，这敢是功夫的。无可能，你哪有可能骑相机啊？你搞的。相机哦，贵贵啊！伊个炸炸无啊嘞，个有穿个迄防空背心。防空背心，嘿，防空背心嘞。要几个背嘞？功夫功夫的。功夫啦，这嘛是电脑面。跑第三轨啊？对啊。那为什么不跑中正线？啊，他跟他那个二八零在七堵的换机板。哦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你看那个清洁公司再跳回来自然的话，再设定一次。哦。因为他那个那就要在里面停车再设定嘛。对对对。看你有没有跳回来，他如果没有买历史两个以上，他追不回来就没有关系了。不是、啊，你要看哪里。要啊，然后我们来站住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跳跳自然以后再来。没有跳就不用了啊、哦。没有跳不用，它沿着那个侦测两个白底线。一七零列车长，五堵站接近。啊，一七零四五五堵站接近，是是是。收到五堵停车线。这边都还算第三轨嘛？对啊，没错，这边到七口港都第三轨。那百利时真的是超过两站。一六七接近，哦嘞，一六七接近，稍等一下。好，机场停车收了。一六七接近，澳门七的停车，澳门七的停车重新设定那个参数，那要跟七的办。对，因为它这边的轨道是新的。哦，新的资料还没有进来。一七四列车长爱心通报，地主站请听到请回答。就从变七堵为起站了，好、哦。哎，七堵起站，一样到芙蓉。哎，到芙蓉。地主站一七四列车长爱心通报，听到请讲。车电到女性。第三轨的白历史。电动轮椅请协助驾驶。还没有进来。哦，所以在这边是你注意。请问请客。地上检测错误，你看。那、我们现在等一下的七堵再重新设定。它设定的起站一定要是当站。汽车收到，谢谢。汽车对啊。那起站那是七堵，对，起站到芙蓉，你不能写数理的，因为那个电脑傻傻的，那知道他是这样。对对，你给他。刚才可能被他讲清楚了，你讲说南港汽车，这个是整个好清楚。是吗？他刚才那一班是懂。啊、南港汐止是中线吗？南港到中线了。这样哦、喔，好。南港到汐止跑中线，但是。阿姨，七里师傅，五组站请开车，谢谢。台台中来，他沿到这边来啊。刚到汐止。嗯。做保险，保险。保险。整条的到汐止来，刚刚讲到，讲到汐止来。南港汐止线不能跑直线，南港中线。提高追。好，那跟七五站要求我们停一下哈，一分钟就好。不会那个三次很快了。对，快，很快了。八一零八。等下到七堵重新设定多久？